老是写唱歌名，来宾就要抢答，抢答你要站上来直接唱他的副歌哦，对，好吧，一字不漏哦，30分，第二名20分，第三名10分，是好，阿蜜老师，几位老师准备写答案了哦，来来，请转身哦，请背对，好，请背对，背对哦，请出题，有把握就上去，哦，哎呦。真的假的？他会，反正后面副歌你会，有那么厉害？没问题的。哇哇，这么多，好多。简单的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愿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不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们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前行，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北，你那个小情书是什么？是张学友的吗？小的不是大的，小的小的。因为我在转身前，我用年纪来区分这个歌的。我想的是小幸运，但是手不停还不软，还不如我突然写的。像谢雨薇一样，人谢老师人家就不转，不如不转。我还是不会转过来，不如不转。另外三位，我们看小幸运，哎，小幸运，小幸运，好简单。有三位，请选哪一位？我可以选雨萱老师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因为我很想红，他也想红，他蛮红的，就一起好了。哦，他蛮红的，哎，他这样的意思是说，老师当我很想红，人家本来不是他很红，他可以把我反照的也好，互相 cover。